这是你的第几颗？第五颗。那你牙齿怎么掉的？第一颗是阿妈用手用毛巾挥过去就掉了。然后嘞？第一颗我儿子的我忘记了。你忘记了，然后嘞？第一颗用爸爸帮我脱衣服，牙齿勾到扣子就掉进马桶。然后又把它捡起来。真的，我看。然后你说这一颗是什么？那一颗是同学啊。怎样？我撞到同学的。同学的头哦。嗯。然后嘞？有一只破学老师帮我去